今天采的这个辣椒真的不错，这个应该是有混到巧克力椒的元素。嗯，巧克力椒就是这样，小小的，它都不会大，但是它有硬壳，然后有刺，感觉上就是一颗一颗颗粒有刺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变巧克力椒的颜色出来，很漂亮。对，一天就采了一斤，量还不够大。这第二天就会变，全部都变红。只要它有一点点红，一点点红出现，明天就变红，就像这样，就会变像这样。红豆，红蓝绿，没有蓝，红绿黄。这魔鬼椒。真多，这是朝天椒，有分成。上期你先弄那个朱雀，就比差不多比这个还要大。刚开始用都不会觉得辣，但是手摸几个小时之后，就会感觉到手指头这个尖端。就连续几只手指头都一样，感觉灼热，就像被火烫过，痛了好多天。然后有的像这种，刚开始很辣，可是一会儿就没有感觉，就辣了一会儿就没感觉。那巧克力椒它有独特的香味，腌辣椒什么那个味道特别的香。没有它就少了灵魂，所以有的辣椒的特性都不同，那有的是吃起来完全不辣的，可是过几天你就知道了，反正过几个小时你就辣到受不了。但那洗这个辣椒很小心，不小心就熏到你那个手在洗的时候，已经沾过之后，你手去洗，你就感觉到。整个眼睛啊，喉咙被那个辣椒呛到，像我上面一样被辣椒呛到一样。这个皮就是软的，很漂亮的辣椒，每一颗的样子都不同，像宝贝一样。这上面有虫卵，这个都要清掉，这个不洗掉就会长，这个都长虫了。虫的蛋，辣椒一年可以一年四季收不完。来这。是吗？嗯。嗯，不行。对。不行。什么时候可以买的？现在吧。嗯。来，什么时候买的？ OK， 我们就是这个。买了再讲。Okay.
彩椒，颜色变化多端，最后变成黄色，变绿，变紫，变橘，很奇怪的虫。很可爱哦，但是形状都不一样。不知道会不会老。